应该可以了。赶快赶快，他这么大只都怎么处理他们啊？一公斤580称起来身价多少？别回来海底总动员了。大风说要回去了。啊，做出的那个蓝色的。哇、哦，好香哦。他们七百把的搞定了嘞。欢迎来买鱼，买完吃早餐很有趣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楠，今天我们1:30左右来前镇渔港，带着 Joyce 来体验一下前镇渔港的魅力。抓到的鱼货，你放一斤板来偌济啊？公沙个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我同学呢？跟我说你在多少钱？你在多少钱？我不知道你在多少钱。带再多你都花不够，我跟你讲。我们家不够。没有，你下一步就会买一台冷冻库了。我要买。这个大哥要买很多波波鱼走了。听见了 ，OK 啊，长得真的很搞笑，我觉得。这摊大姐整理完了。先挑，先挑先赢了。很久没吃了啦。你看起来很好吃。你老上不要吃太晚的呀。我也做的肉一点。八百加八百。这时候来就这样子。他们鹅好吃啊，你说喜欢吃的就他们鹅啊。这碗谁？这个。这边这个多少钱啊？一只300左右，它这个板塔还可以啦，两只600块，这小虾虾哎，它是什么？木瓜螺啊，这个好吃哎，这个是明虾吗？明虾在那边，碗被买走了吧？是明虾？没有了。哦，没料呀。啊，不要料啊。啊，这两一共有多少啊？3000。千一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鱼？这是那个斑节而已。哦，斑节。哎。一边跳一边理货的时候就出手了，就可以直接开了啊！那个很重量的，哇！怎样？这是我喜欢的虾虾吗？可是你买不了那么多啊，是大小只啊。这公斤多少？800，到一起喽。喜欢吃虾了啊、哦？都是斑节，哎，好多斑节。把人家的理想的收集在一起，还在整理中。一步步来的，好了，眼花缭乱不会选。对啊，这个说钱够多就好了。想买看鲜度啊，鲜度是没问题的。都班内的啊，人开始慢慢热闹起来了。整天都出去玩了，大姐的。抓什么鱼？专业的标准，稳一稳，新不新鲜？一般要一碗的呀，23块嘞，还六块，还有3.60，上下一点的。哎，你们这人早点来哦，挑的慢呢，好东西都被挑光了呢。你是速度很快，其他老板都挑走了，还在那边等下。这样早来就没有意义了嘞。认真挑鱼种。要留家吗？哎呦，他就堆只堆只来吃。不一样哎，两万蛙。港斤就嘛，就得我港斤行啊。这个，下一站啦。他是五人哦，如果坐一直都是2张。红鲫鱼哦。打架。要这么鱼的没有？下边个。这只啊，还有。对对。你两百本更小。啊，这只价格550。不是很漂亮哈、哦。那叫啥子？940。一公斤580，称起来身价多少？870啊。高经济的鱼种。我你吃会下诶。哦。我变吃会下就行，见面也是红树诶。嗯。带你吃高级的。有看嘛？就讲短片嘛。啊，有条。你跟他讲一个版，就跟短片的一样。对，这做算品诶。可是贵啦。这钱开还不好，这钱叫。一样，我水不爽一样。有啊，这种有人在吃啊。原本在海底总动员了。太小了啦，太小了。它拿去蒸也好吃。赶快赶快，下边啦，还是海鸡啦？下边啦，海鸡啦。这有那个马鞭鱼啊。
黑马鞭、红马鞭，这是吃起来猪汤啊。我这个。硬度啊，新鲜度啊，看一下。好吃吗？哦，许，我要许。还可以啊。这个都很新鲜的。哦。那是公斤多少啊？是啊。是啊，几公斤？哦，那蓝翅膀。七八、哦。八只。我看过很多了，你没有买啦？啊，没再买啦。好，那我就这个咯。现挂买啊。你把它不是推蓝翅膀？没有啦，一公斤啦。那我刚买过来。那一公斤四百嘛？你当然是当四百啦。一公斤。两送一包，然后给他一折。哎呀，哦，我把你改那个新买回来冻。我买八送一包，无哈。买八两送一两。哦，今天白带鱼好漂亮哦。这个用钓来的。用钓的回沙哦，它水吼。夜钓，哎，对。这个夜钓来的，你看顶扣扣跟回沙加水的，亮晶晶。怎么卖呀？一公斤200。没错，以后就会常常自己来了。230哦。各式各样的鱼仔。那看到什么喜欢的吗？啊。要几点啊？到了哦。前面两点啊。这是我买那个蛤蜊的地方了。啊，我买的蛤蜊吃完了吗？好吗？好，吃完了。你看这个海蛎比上次看到大很多吧？这个板头在卖多少啊？三十。好，我先去。安吉他买了多少？我没看啊。有安吉，刚刚海鱼啊多啦。啊，你啊，后日摆摊起来一样，就是一路切啊，就讲海鱼白鱼上。啊，白鱼上公斤嘛，吃的上斤嘛哈。那就开斤价啦，公斤。看这。不错啊。黄鸡。黄金啊，这班的拢人都是那个。啊，真的嘞，吃不要真的好吃不？哦，那贵你先较袂贵，人煮汤啊。真的。好啊。这款就是黄金那只。啊，两只好真哈。那个。老贵。老贵啦。老贵。一百三十。啊，一公斤偌济？该猫十分了。哪一只哦？还可以啊。大哥有订阅频道，感谢他。遇到板友也是来买虾子，想要来买明虾吃，有没有买到虾？板友也来买虾子。哪里啊？950。虾子难买。半难了。半难了。下面那个多少啊？下面。大概两公斤多要哦。这边没有。我爱吃虾子。好，遇到地咖黑。有时候遇得到，有时候没有。我们是打咖咖了。打咖。回来，你回来过来哦。好，回来，我要进站了。大概打咖咖的。啊。打咖咖的。韩国的阿姐。真的是庆典啊！哎，庆典龙虾，哎，大哥，沙巴辣椒，几只果汁？拿这回去吃，这里看，今天吃。好，有眼睛的，要有眼睛还没处理的。乌龟，那个是乌龟。这帮我吃啊。要的。最近长尾鸟季哦。现在是产季吗？长尾鸟一年四季都有。天气的，因为要去钓这个航程要开的比较船程比较远啊，什么季节比较好吃比较肥啊？其实啊，这么大只都怎么处理它们啊？大只都轮切，然后你要蒸要煮汤都可以，5公斤以下的就可以做生食类的，因为它相对它的筋会比较小。有好奇想试试看，是真的好大，处理个就行啊，然后用干湿的手铲。像这种体型的，大概收个8天至15天，风味其实是非常棒。好听啊，来几根比较，已经差不多完了。几
斤进到哪里？差几步啊？差不多嘛。差不多。你走了。我吃多少了？你的小甜甜红码头啊？哇塞，宝马还可以啊。在这边。哎，这烤面买谁啊？你可以买五尾啊，对啊。三百三了。嗯，现有的跟那种巴厘岛进口的差在哪里啊？它是脆的。脆的。哎，啊，那个现有的哈，它是 Q， 它是脆的，新鲜的不一样。它像这种价格跟现有的价格有比较便宜吗？现有的价格哈，它是超大的才400多块，一般大家喜欢吃都这个啦，它这个是比较贵。一袋好多重啊？花了三斤，三斤啊。三公斤的进口买好啊？1060。哎，还有2500。你这边？啊，对冷冻食品有兴趣啊？红玉行啊，他们制作工厂真的蛮干净的耶。那几个瓦塞？300。好，买一个，买一个。我猜瓦塞。被泡散了。它是明虾加这个花枝啊。对，但是红玉坊他们都这样做啊。谢谢哦。太早下手了。不会啦，应该都一样的，一样的，都新鲜的啦。一公斤1100的。这个感觉果粉超好吃，就很像那种小小的水晶鱼，有没有？它新鲜是什么？然后我现在我也明白。快三点还在忙碌哦。我们吃三点是最。然后吃饭也快没了。你叫白餐哎、欸，这个是早餐哦，这很像哎、欸，啊，有点像，有点像，长一样的，只是身上没有红点点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为什么长这么多边？这个是安排人啦，一斤160大颗的，啊，买一斤吃吃看，有大颗的啦啊，有大颗的，这是果鱼类的。刚刚活力十足，现在累了。刚刚镜头整个活过来了。哎，真的耶，买太多了，不行啊。算了，我这。这几公斤我这啊？对。那行情赶快了。先不要讲啊。这个是准备帮人。哎呦，怎么来？怎么来哪个？大姐声音闹哈。大风说我要回去了，快四点了，快四点了。买到好东西就是要早来晚走。分背包的来三倍三吧。咱今仔日这杯石榴，就是要来甲找破布剂。这杯是零针，咱要来红烧。啊，你若要红烧，通常有拢过期。啊，今仔日鱼啊，那真青，所以我准啊用煎煎的。啊，煮一个豆油汤，海龟子咱等下来炒高赞塔，哦，这网面囝的啦。这尾白巴丸啊，足青的，中锅甲捞起来，摆糖啊煎。啊，这个头啊尾啊，吼，今仔咱来煮麻油面线。煮遐煮起来，我那吃袂完。我明仔载后就家己要吃要煎呢。等下要用这落去煮麻油面线。你稍微甲内一个，等下通烧盐。嗯。轻轻啊落。这种零煎真好煎，袂焦顶。好香哦。啊，无用钱的是足紧的，啊，咱就咱做，咱就是安尼做。哦，这么漂亮！咱今麦要来炒海龟子，哦，切瓜片加汤，啊，海龟子加豆的，来，加两只虾壳，来，切瓜切酒，啊，你看下咧，伊切咧几肥啊？啊，莫炒伤久哦，炒伤久哦，伊会炒着甜软软烤掉。你看下咧，几肥了哦？啊，加辣椒。高赞他，很牛逼。这个呢，看着好吃啊！内底素素内底就是有糖、有豆油、有酒、有一滴啊醋，因为个人的味道需求无同款。
所以恁若爱食较重点正的，吼、哦，恁就家己买人，吼、哦，倒出像那个蓝落去。哇、哦，好香哦！醋跟酒的那个香味马上挥发出来。伊即马伊即尾鱼啊吼，会当家己的咸正食入去伊的身躯内底。嗯。啊，等下咱咧食每一块肉，都拢有真好的味道。我即马先家鱼啊吐下，啊，即尾鱼已经熟啊。好像小时候常常煮饭时间都有这种味道哦。然后咱家食只葱啊、蒜头、姜丝、辣椒吼，啊，小花芽拉下就好。哇，好香哦！啊，你家铺伫顶悬，你看起来较会水。这是伫咱兜咧煮的味，啊，咱这安尼起来哦，较鲜甜呐、啊。小小的螃蟹。好棒哦！好香哦，在外面吃到这个吧？嗯，真的很香。我用一滴滴啊油尔，酱的是个油，只是要欠香而已。等下我来煮熟，再加。麻油倒落，安尼听老人咧讲，讲安尼麻油咧食较袂重火啦。我们烧麻油很好吃。麻油是阮县话的特产，啊，阮分做乌麻油甲清油，清油阮是炒菜咧用的。咱若要做三杯，像要煮麻油面线，咱就爱用乌的黑麻油。啊，即摆咱咧煮鱼啊吼，个人我较袂爱将鱼啊落去炒，鱼啊落去炒起来伊的汤。是热的，我较爱食你清清啊。啊，即摆水滚啊，啊鱼啊放落去。这个面线吼，通常拢盐做，啊，小可甲洗一下。嗯。你看下了啊，滚一下就 OK 啊。麻油嘛是这道菜的男主角，老人讲的家来讲较袂重味，所以这个时阵，他甲这个麻油。来滴落去哦，安尼就阁无同啊吼。好漂亮。啊，无豆腐，所以我今仔日做豆干子。豆干子甲伊切做饼，用咱这个破布纸，甲放伫顶端。啊，因为破布纸有咸淡，嘛有甜分啊，所以咱安尼就会使啊。好，安尼就好啊，后尾来吹啊。哇，全部都上齐了。先吃这个。你不要跟头头可能比较吃。头头比较嫩一点。嗯。一点都不假。嗯，好好吃啊。公主很好吃哦。如何？很好吃吗？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喜欢，没什么鱼腥味，然后肉很细致。这样子这样刷很下饭，那中间有点细细哦，这个刷小心。进来，都进来，进来。哦，幼米面啊，这边做幼米面，幼米面的对了。怎么样？那你跟汤有那种烤地瓜香味啊，很香甜呢。不同调理方式，味道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。这标准就是爱豆腐，豆腐也吸干净啊。安尼七八百了，搞定了嘞，搁挂住的功夫啦。三花芦荟的。姜麻油拌面，素食的可食。我也没有看人家吃哦。三花姜麻面，两种口味都很好吃，可是一个不是素食的，一个吃吃看，这个很好吃哦。在渔港买完鱼，顺便来吃个有名的早餐店。哦，大家都不睡觉，还是都醒来了。要蘸几油条夹葱蒜。蒜啊，煎饺还是素的有什么可以吃的？甜品还有烧饼、油条、馒头、夹和拌饭，热量灌上去就对了。我要先装一下。有啊，蛮好喝的。早上四点多就陆续陆续有不少客人的生意了。好久没有用汤匙喝米豆浆的感觉了哦，现在喝起来很有味道哎。它的辣椒是花椒的香味。哎、欸，真的。好香哦。你喜欢的哦。花椒香味的，可是不会觉得辣。蛮想要吃大全配的。没有风味，看特制的洋葱酱，洋葱做起来味道好香。那不是粉浆蛋饼，那是那种 Q Q 的那种蛋饼，我觉得很好吃。你觉得沾个那个鲜豆浆会好吃吗？喜欢沾着吃。很 Q 啊，很 Q 很 Q， 然后胡椒很香。就是你每一口吃下去都会有脆脆的口感，然后又很香，就像。很多了，感觉
看起来好吃哦。嗯，很有芝麻香啊。好吃吗？嗯。你吃看看，你应该会喜欢哦。半夜来买鱼，买完吃早餐很有趣啊。嗯、你以前没想过这种生活吧？我从来没有这样子，我是乖宝。三角鱼汤就是自己煮的，很不赖哦。木飞，它的肉很细致，然后它的鱼头吃起来就是我说的海带味嘛。你看，肉很细致，很肥。爱吃也要吃的，就这啦。嗯，就是就这老几个，就是吃是这样。然后就是我昨天买的大杯壳，还 OK 吧？值不值得了哈？对啊，是买壳而已，因为这一颗肉还 OK， 蛮、嗯、端的，可以哦。可以啊。嗯。接下来我要把它炒意大利面来吃。